好，现在我们测试的是，IS 和 SingleWatt 的一个对比测试，都是3.7千瓦的。那么现在 IS 是无矢量传感控制一，那么我们是现在是 VF 控制模式。好，我们让 IS 先运行。IS 代表的是黄色电极。好，注意它的运行方向。好，停。好，让我们运行。我们代表的是红色电极运行方向。好，停。好，让黄色电极先运行。好，让红色电极运行。看到黄色电极被红色电极给拽过去了。然后又拽回来，然后又再拽过去，然后再回来，现在是这么一个僵持的状态。好，切换一下运行模式吧，都双方先停一下。